第五题，俊豪对 Seven Eleven 便利商店位置的描述，下列何者最精准？我们描述一个东西的位置，就跟数学上所说的坐标是一样的。我们必须要能够指明它的方向以及它的大小，也就是距离。像选项 A 跟 C 说 Seven Eleven 在我们家的斜对面或者右前方，这个只有方向而没有大小。而选项 B 说 Seven Eleven 离我家5352.5公分，这个只有大小却没有方向，都是不够精准的。所以我们选项最精准的是 D 选项说的 Seven Eleven 在我家东北方53.5公尺处。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最精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Seven Eleven 在我家东北方53.5公尺处。